虞书欣练习一个月报名亲昵被夸，张艺兴曾表态过走不了多远。这次的亲昵二可是迎来了全新阵容，不仅参赛选手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小姐姐，而且更是由第一季的 C 位蔡徐坤来担任青春制作人代表， LISA 担任舞蹈导师，陈嘉桦 Ella 担任音乐导师， Johnny J 担任说唱导师，可谓是阵容强大。不得不说，蔡徐坤一番无心的话正中观众的红心。然而在这一出了满屏尴尬的情况之下，虞书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步调，自我介绍的声音也是颤颤巍巍的。在选手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作为唯二且唯一会中文的女导师 Ella 当然也是亲切出口安慰。不过其中 Q 到了虞书欣的履历上写到成为练习生不足一个月的事情， Ella 表示由此可见虞书欣还是挺勇敢的，应该要给自己一点信心。早在第一季的时候，还是制作人代表的张艺兴就曾针对练习时长非常短就来参加节目的选手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也正如结果所呈现的，急功近利，只为了火，有热度的选手基本都没有出道。